悠悠抓紧。妈咪，你在那边等我吗？可以从这边就可以了啊。对，那边已经这里已经是石头了，你在那边等我。好，准备。爸爸，你用拉的就好了啦。不是啦，压实一点就好，等一下就可以滑了。好玩吗？好，抓雪抓雪，哎，丢了。晨晨，你抓雪出来丢。等一下，我们来堆雪人。你们在哪里？爸爸，再拉高一点点，好的啦。从那上面站高一点，悠悠抓紧。你长得轻松哎，妹妹。三，悠悠。好，两个小蓝，去外面爸爸。雪人。啊？在这里堆啊，给它给它把雪集中，堆堆堆就可以了，把它弄成一个圆球。我不会堆耶。没有，你把那个像沙子一样给它弄成一堆就可以。结果，太重了。爸爸太胖了啦。丢爸爸，丢爸爸，嘿嘿，用雪球丢爸爸。汤姆斯，汤姆斯，排排出手。你们在哪里？妈咪用毛巾拿开嘛，阳光照不到你的脸。我们在 Mountain High。哦，好高的山，准备。悠悠，你在干嘛？有一个搞破坏的大坏蛋，对学员。结果雪人都头给他弄掉了，真的。哎呦，好可怜的雪人。1, 2, 3, 4, 好冷，好冷，好冷。有很冷吗？好冷啊！瑶瑶在干嘛？好冷哦。瑶瑶，你拿雪人的头去哪里？你怎么把雪人的头拔掉了啦？把它弄倒了。阿姨怎么把它弄倒了啦？雪人好可怜哦，雪人的头不见了。你去帮雪人堆好吗？要不要？要不去帮雪人堆他的头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在这边堆雪。好，宝宝要拍照了。请问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盖房子哦。不是啊，我们在砍雪呢。堆雪人呢、哦？会不会冷？有啦。你们会不会冷？因为你的手上那个是什么啊？那个雪人的头吗？好，帮他戴上去。雪人的头。把雪人的头带回去啦，不然雪人没头了嘞。悠悠，你在晨晨你在干嘛？悠悠好冷哈、啊，晨晨好冷哈、啊。那个谁的脚印？那是妈妈的。在里面了。啊啊！哈哈。晨晨，你要去帮忙雪人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好，来，来，妈妈带你过去。变成丫丫了。你去啊？怎么变丫丫？雪人变丫丫不太好。来，妈妈带你过去，来，走。没问题，妈妈抱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爸爸，爸爸，你不要这样嘛。下雪喽。来，妈妈。
妈带你过去。好，妈妈抱抱，来。等等妈妈一下啊、哦。悠悠，你的都没有破坏爸爸的学好不好？悠悠，你的手怎么变那么大、啊？啊，爸爸看他的那个鼻涕流出来，好可怜。又一次。差点好了。你在笑，你在哭，你怎么搞错？爸爸，你抱他一下，爸爸。爸爸，小心地上有刺刺的，刺刺的。乖乖乖，有没有？好，坐下来。乖。有没有害怕？有没有害怕？弟弟，不要欺负哥哥了。不要用我们。弟弟跟爸爸一样坏坏。弟弟好顽皮哦，怎么掉妈咪呢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居然都头都没办法弄了，爸爸弄了头上去你就破坏掉。爸爸不要玩太久，大家都回家了。他们不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好不好，弟弟？你拿着轩的头干什么？轩的头放回去，帮他弄那个头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好好好，丢。你要丢去哪里？他丢在树里面，丢，大力。一、二、三，丢！哎呀。